我们就继续了哈，那个，刚刚有老师问到那个页面的问题哈，然后我刚刚又不小心把我的页面给关掉了，不小心敲到滑鼠，不是我故意的。好，那你如果因为刚刚还好我有存了哈，我有存一些进度哈，那所以你的进度其实是会在你的会员专区里面。会有刚刚你做的这个书哈，所以你只要继续编辑就可以了哈，就编辑。好，好，那你刚刚老师有问了哈，就是页面能不能做增加或删减哈？那我们刚刚在页面管理这边，你可以看到你的所有的页面嘛哈，然后你也可以去做那个自动。编排把所有的照片丢进去，好，那可是如果你发现你做不够，啊，就是你还有很多照片要放，那我就可能这一本书我要增加页面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还记得刚刚我们在设定那个这一本书的时候，刚开始第一次要购买的时候，要设定那个版型哈，这本书的它你选的那个。那个版型它有一个固定的页数啊，几页。那所以它是就是说每一本书它会有一个基本的页面啊，基本的页面。所以在那个基本的页面之下，你只能增加不能删减啊。如果说你有增加过了，那你就可以删减啊。所以它有一个基本数哈。那所以你要修改那个页面的数量，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编辑这边打开。好，打开。那如果说你觉得数量不够啊，你就可以新增页次啊。看你要选它一次有固定数量哈，这因为那个印刷机装订的关系，它有固定的增加的量哈，所以就是这样8页、16页这样增加哈。所以假设我要8页套用格式啊，随机套用，我就按确定，那它就会增加8个版。啊，增加8面的8个版给我用，啊，增加8个版给我用，那我就，啊，我就再去把那个照片给套进去哈。好，那当然你增加过，如果你觉得我不要做那么多了，那我一样可以在页面这边编辑这边哈，去做减少，啊，所以你看它这边。剩余可删除的页数，这个就是你刚刚加过的页数了。所以基本上就是说，它的基本页数是不能调整的，那你只能往上加。那加过之后的页数是可以删掉的，啊。所以假设我这几张不要了，我就把它选起来，好，然后调整就好了。好，选起来做那个删减就好了。好，它下面应该有个确定，因为我放大了荧幕，所以看不到下面。等一下哦。好，所以应该是你打勾了之后按调整就可以了。好，打勾了，按一下调整。剩余可删，所以它没有删。啊，这边删除在这边哈，按钮会跑出来哈，所以你也是要调那个八的倍数，啊，你要删哪几页，那个也要选八的倍数，选了八的倍数，它才能够出现那个删除的页面，好，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删哈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就删除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删页面，啊，所以原则上就是它的基础页面是不能删的。啊，你订这一本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基本的量，基本的量你就必须把照片填进去，这样。好，那在那个前提之下是不能删的哈。所以你在选作品的时候，如果你照片不多，你选作品的时候，你也是要留意看一下，啊，这一本书会有几页，会需要几张照片，啊，上面都会写。好，那么你编辑完之后。
啊，记得哦，左上角啊，就是第一个你照片都放进去了，然后版面也都调了，然后第二个你的文字跟这些啊，跟这个小插图都做好了，啊，封面那边也看过也都没问题了，那你就按储存，啊，按储存，好。那所以基本上这样你的编辑就完成了哈，编辑就完成了。好，所以它的编辑器哈，其实功能也不多啦，所以你摸一下就很快就可以理解哈，很快可以理解，欸，没什么太难的东西哈。好，那所以最后一步就是订购，对不对？啊，订购啊，这边有一个选单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选单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啦。选单就是回到你的会员的那个页面专区啦齁。好。那所以如果你要这个已经做好购，你可以在这边加入购物车。好，这边就会让你选。啊，你这本做好的书你要印几本。啊，在这边去选齁。然后你内页的纸用什么纸哈，这边价格都会变，好，所以你点一下道林纸、西卡纸，好，你就点选你要的，然后要雾面膜还是亮，哦，这个比较薄的纸就应该不能上雾膜，所以它不让你选哈，啊，那同西卡就可以选哈。所以它有一些设定上，就是每一种纸不一样，好，哦，好，所以你就去选，选完之后会出现价格，好，哦，就出现价格哈，哦，好，那你就把它放入购物车，然后这边都有详细的说明，啊，哦，所以你看刚刚那一本书哈，哦，这么多页呢。哎，也印出来，整个也才578块，我觉得一定比你的毕业纪念册便宜很多了哈，便宜很多哈。好，所以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啊，这样的一个制作方式。好，那你放入购物车之后啊，那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很简单哈，就是直接去购物车去付钱啊。就是去下一步去付钱了，好，所以你就可以选自取或者是货运。我一般我选货运，把你的地址填一填，然后它会加运费，好，然后就下一步就是要刷卡，对，下一步要刷卡，所以哎，欸，这边要填了，填完它才会下一步哦。好，那你填完之后，下一步它就会跳到那个付款的页面，好，各位就把它填一填送出去哈。好，那我这边我就不定了啦哈，我把它移除。好，因为我还没做完哈。好，这个就是整个线上啊，线上在那个建豪这家公司，他们线上出版的制作相片书的流程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你缴款之后啊，它会有。就会有那个缴款记录跟订单跟发票在你的会员的页面可以做查询，啊，可以做查询的哈。我看我上一次缴款是 N 多年前的哈，查一下，2022，2014，我随便点一个日期哈。哎，难道更久？2012，啊，大概太久了哈，啊，好，所以反正这边就会有你的相关缴钱的资料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订单的号码，所以你那一张就是当做你的这个存档的记录了哈。然后其实过没几天哈，大概我记得我那时候等大概一个礼拜到10天，啊，最慢10天了哈，应该最慢10天，他就会把东西直接寄到你家哈，直接寄到你家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整个流程的部分。
好，所以其实非常的简单了哈。好，非常的简单。那所以你我们回到刚刚的